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化简这个式子。好，这个式子怎么化简哦？这个我先去小括号 ，x 减三 x 负 x， 这是负 x 哈，加，然后乘以二以后，变成是负四 x， 哦，负四 x 加十，加十啊减三就加七呀。然后呢，负号再拿进去，就变成多少呢？变成哈，六 x 啊，二负号拿进去，变成是减二 x， 加八，啊负得正了，就减四 x， 加七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六 x 减二 x 减四 x 就没有了，在哪里弄错了？负四 x 哈，这样没有错啊，这应该就是消掉了，这应该是十五了。哦，答案应该是15。